我在前面确实没有，我在后面有，我有，因为我这个人我就不相信一见钟情。你看，就理解成了一见钟情。对，解释清楚了。我肯定是需要先了解这个人。出于喜欢你、爱你，才觉得想要去跟你托付终生，才会有这个感觉。我觉得后来解释得非常棒，他这个解释让我觉得是一个挺负责任的男孩。欧风，欧洲风，帅哥美女，一二走，让陆大摄影师给你照一照。我想拍我们来地铁站打卡。你看过那个电影就海报，人家两个交错，然后那女的就，我也想拍你俩。哎呀，就是那个女孩头发是飞起来的，就是那个海报那个女的这样。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随便看看呗。爸，你希望我什么时候谈恋爱？等它开花的时候吧。爸，这仙人掌哎。开不开花就看你了。开不开花就看你了。哦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早点休息，我十点钟。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随便看看呗。